就我们要笑都无要紧，人你画一千块人笑，你看这讲是安尼哦，人讲画一千块人笑，你笑啥？阿姊啊，你一千块我好不好？一千块给我得嘛？伊即摆是干贝包鱼的鱼翅片，这一只两斤半，这我煮一只大概是700米。啊，七六五加七六五偌济？七六五加七六五偌济？千五对吧？唔免千五，唔免千二哦，一千就好。来千啊，一个啊！我大概若问家因数字，伊若唔知，那有看手顶。哎，卖遐固定。啊，唔知你看啥，我嘛想无。千五，七六五加七六五偌济？你要收一下，伊那有看手顶无？啊，我嘛唔知是啥物原因。哦，来，啊，迄个正钓了千五啊，吼，来，啊，恁听我讲吼，伊这钓吼，我伫波浪时啊，就袂足好，就足济，来，睇下佫贵个，就足济人过来甲我学一包个哦，唔是讲过年即阵袂只遐好尔，即是过年前个三个月一包，我就袂足好，佫起，你鱼翅佫佫还无起，啊，即话恁讲吼，今仔我讲真正，即两包一包两斤半，一包两斤半，我卖你两包五斤，卖恁千五对无？一斤嘛剩三百，佫一个睇下听讲。你听我讲个煞哦，今仔日你若甲我买千二、千二拢唔免咯。你比起来吼，咱过年有叫一礼拜，有一礼拜，我明要叫你逐工食济吼，啊你比起来咱大大食，吼，安尼是七斤半，七斤半条，七斤半哦，即条过来。你比个大大食，吼，也是讲你有朋友无？有朋友，有亲戚较好个无？那有你揢两包去送伊，你若要一千块一包卖袂？啊！你唔免阁考虑啊，全部金融三十五个咯，一千块，一千块，对啊，一千块，不用考虑了，不用考虑了，一千块，一千咯，吃互伊，送互你的亲戚，送互你的朋友，拢总会动，无食阁起来，我去打退钱，一千块几个字的，一千啊，一千啊，搞莫少起来，搞个话无啊，我来讲，今日送到你大家欢喜，你吃啊，送咩一千块，一千啊，我来讲啊，你当个兵啊，家己大大享受啊，今仔日啊，只要你若买一千块的人家啊。就这首尔，三个，今仔十二首全部无啊！我来讲，三个，感谢支持，谢谢阿里阿多，感谢你，一条过来，一条过来，只要欢喜，一条过来，一条过来，唔免千五啊，总期啊，一千多，来一个啊，两个啊，三路，两个啊，来一个，一个，一个，一千块，搁就，一千块，搁就一个上面一千，来千喽。三六啊，你拼起来多少？两个啊，最后个两位上面起来没有了，一千。十二小片全部来，贴纸也很重啊，很重啊。拼起来，你莫感觉这么济呢？拿好很重哦。除夕的前一天无聊，骑车起来吃几个，送给你上好的朋友，这辆车你吃。啊，你的亲戚和你最好的来，这辆车你吃。啊，一点请你吃，啊，两点留我家己吃，安尼 OK 无？这无足济哦，一千块。来请咯。除非你若讲无兵、无友、无钱、无食，你无搞咩，我无感觉安怎哦。一千块。来请咯。我有要爱无？拢有啊，一定有小家庭吃袂了。你一千块，你吃咩啊？看会当哩，对吧？你吃袂了，你买两包，我嘛无开算啊贵，四百咯，小家庭。四百啊。块小家庭啊，四百。你让小家庭吃袂了无？四百咯。四百。四百，左边落来咯。对啊，四百块哪要吃哦？四百，四百啊！小家庭你吃不了，再搁一个，喏，来，美女，美女，这个非常好吃，你一定要买，我不骗你。这包是我们热销产品，今天不骗你，四百，四百，四百还有人要吃吗？过来，比啊，四百够没吃来不？比啊，走吧，他头前我这条问啊，四百啊，四百啊，四百，再走，美女。是啊，大包就等于一千个嘛，大包就两包的。真正，过来，四包来，四包。你这包啊，我们就只用退兵油啊，退兵油我收了，点个最最了。过来一千十六包。两包我收，就这简单，你莫甲用我炒，我炸了，我就做好只。一千个嘛。拢有啊，我来讲。你提我的，你五包，头一包。最后五个人个，你无变歹势啊。来，头尾头一个两包的哦。做对嘛。四百先讲，哎，四百，你准备两包，一百，对啊，两包，一百，一包，我包先买一包嘛，我包买一包啊，姐，这两包两包，我今天找两包，好姐，我这个姐，准备两包了，两包，两包，我来接手啊，感谢你，老弟，我包包三包，你这几个都没过来哦，哦，不要多几天嘛，找两包，我这阵哦，你今天我这无买几只鸡，你再白来。你只叫乌蒜头，干贝鸡上大只鸡，好无？好，哪里不是？你要食这只乌蒜头，干贝鸡一只，卖讲餐厅煮八百、煮七百拢唔免。
金融三四五六七个人在买这只乌蒜头，干贝鸡这只，你过年吼，除夕的暗时到你甲我通的，电工甲我催的，爱食卖，让你开钱八百五百块，你绝对买无只大只鸡肉。你是六个新的钱哦，三百块了。来三百块，你说你干贝鸡这只大只，三百块。过来要食乌蒜头，干贝鸡肉三百块。三百五十八啊，三号这只上赞的啊，三号。可以用胶吗？不，可以用胶对一家店。三号够要吃无？美女才一只。来，头前过来。黑蒜头，迄个，再过一只。乌蒜头，乌蒜头的干贝鸡好，要求这干贝大粒的，这当然用我烧炉啊，汤头的干哦。来，够要爱无？最后三号三百五。三百五啊。三百五啊。三号够要吃无？三百五十。拢有了吗？都有了吗？以上都有了哈，谢谢，感谢你。我给你吃了。我来讲，我即摆要画一项物件给你听。该你甲拖拖住起来，拖住，应该直接会顶管理啊。你话你冇样用着啊？起来，你叫我买物件，你以后拍会注意点。这边哦，这边就真正，这边就爱，这边就不好搞啊。因为我即摆冇苗之心哦。钱不足贵，这个好货，进去了你看这偌水啊！这啥物？啥物想法？在做做生意个啊，是啥？啥物想法？在上个月想法，我知。做生意。下个月你要想法？做生意我先可以好无？后壁跑桥去，这做生意我先无。你够人知这地叫啥物事？够人知？有人知这啥物事啊？无？这首钱不足贵啊！我见人我看看卖啊，够人知？有人知这啥物事无？啊？三公，你讲啥？鱼啊，你钓到啊！我来甲你讲，你钓到啊嘞！伊真正钓到啊！我讲真正，伊真正钓到，这地就是鱼啊！你真的猜到了，这地超多鱼啊！你靠呀！我马上这鱼啊，你乱啦！你搞笑啊！大英，你后你赶快来搞笑诶！哎、欸，我跟你讲啊，你要食这些土鱼，我卖给你开伤侪钱啊！我来讲三千两千，你买袂落啦！你去鱼港切一个土鱼，看偌济啊！等下我这条货嘞，你若要买断，要搞收盐真的人家，你钱唔免落我啊！你讨这你的钱啊！恁在座伫我面前这人家，恁大家包括我，包括因啊，赚的每一分拢是辛苦钱。所以这条你若要收盐真，你唔好去你的辛苦钱来买哦。这条当你若要进米酒来蒸，拢袂当北条盐嘛吼！然后食到一家你的标准，今仔要食土鱼，变毛钱无？真好，真好啊！土豆你要吃的人家，我来讲，花三千，花两千，花你千五，拢装收起来。爱吃土豆的，一千五啊！一千五，先啊！你若要吃土豆鱼的无，一千块给我。一千五，一千三要吃土豆。这猪头，猪顶盘是水到下底啊，对了。一千块上面吃一千，一千啊！只恁两个怕这全部怕平一千块，唔免怕辛苦啊！我讲这边我希望恁全部人家拢买到，只要你辛苦一千块的人家，我麻烦你今仔一定爱我。你今仔普通时无我拢算啦，今仔日你一定爱我，那地就是拢遮水，成本很贵哦，进米就落去蒸啦，大家记记。金融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个人家有够啊！我这条要送你。一千块上面吃，一千啊！这条肉，一千块人要来无？土豆鱼啊，大家都水卡呢，老一 Q Q， 一千个人来土豆都冇个。一千啊！一千块了。今仔日你若加起一千个人家啦，来啦，一条够你啦，吃欢喜啊，一千来啦。一千啊！一千块上面吃土豆啦，这条老啊，一块吃啊，一千上面吃土豆鱼。一千啊！一千块人要来无？一千啊！这条够你啊。最后一箱。来，后边把你这纸箱啊，塞塞去边啊，我就一直翘起，边袂起啊。金龙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十个人家买着了，全部十个客人丢钱哦，一千块人买有无？一千哦，千啊！嚯，你啊三箱套拢只水，这个你这个，来接你收后边。三千块上面，咩啊？一千块上面只啊，三千，歹势。还是讲唔对，不好意思。啊，先甲大家讲一下，赶快你句话，新年快乐，吼、哦，新年快乐。哦，又过来后礼拜五我就无过啊嘛，吼、哦，过来我看到你的时候，或许是过年后啊。哦，我感谢在座所有人家对咱这间这个团队啊只支持，吼、哦，我甲你讲感谢，吼、哦，感谢恁的支持。啊，不过恁今仔这个嘛是爱钱哦，一千五。来一个啊！金融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个人家了，这票你若无一千块的人家，我送你两亿，我让你后悔。来，算你搞过来，卖了。一千啊！算你过来。来一千哦，一个。算你过来。千啊！
今仔日我这全部个人来咧，我会当坦白甲你讲，我今仔总共早二十首来，写了我早二十首才济，因为我拜二伫社头见面画一个雪梨画了，我才十首尔，一届画了就拢袂错，我今仔增加到二十首，我遐两首再过两首，你耳仔泡几目就叫会破。这是个人来的雪梨，这不是阿斯巴拉的雪梨，这是白球队的雪梨，这一斤菜市要破三十五种雪梨，我来讲互你听。今仔你若加价一千块，我人家这块雪梨才大块，小弟也无卖干贵的话。来一斤，来一斤哦。我现在做什么用红色的台啊？赶紧啊，这块够你啊！啊无我今仔你无看这内底几块？我跟你讲啊，一千块你钱给我，这块够你。来一千啊！这块够你。来一千啊！来一千。一千块上面钱。一千块够你来捞一个。一千哦！来一千啊！一个哟。一千块够哪边来无？这条你啊，这条你掏钱，加一掏钱。当客啊！今仔日你若加客一千块，我的人客啊。有啊啦，我搁加一块雪梨给你，这条够你一千块我了。一千啊！一千块，阿你免考虑阿爸。一千啊！这条够你一千块，搁少一个。当客。一千块，这条搁来啊！吼，这条够你。这条够你，这条够你，来收起。最后搁一个价钱，一千啦。来，当客，当客啊！收起。当有啊吼。今仔日我只鱼啊，好鱼啊，拢要恁全部吃欢喜。来，你说你个毛病，我今仔无按算要再回上来啦吼。系啊，无按算说你个毛病。这大地方遮粗，已经菜市啊，切一几块说你看下咧，切一几块土地看下，你今仔加价一千啊，这个一千嘛收吧，一条个。来三个。一条个，大你一千五，我咧讲你一千五。天啊！你乖乖个，你有一千五。天啊！个毛病。来三个，我来讲啊，我要招一瓶，两个，一千五，来一千。